制作人就是以咒骂工作人员出名的。康熙来了12年，2900多集随便挑都能看到沈玉琳。我欢迎第二位制作人沈玉琳先生。你收视率最高的时候多高？收视率最高啊，很少有做过低的时候了。你看，你知道他第一个制作的节目是什么吗？什么？是《月自心中来》。对，想象的。我也曾经是高质感的音乐性的节目，有一次你在里面整简文秀，对不对？简文秀在唱女高音的时候，我那个麦克风会喷水。我也做过，我也曾办过金钟奖啊。有一段时间有一群网友不约而同很喜欢攻击他，那时候小钟在主持齐天大圣嘛，然后就说小钟超无聊，笑声很猥亵。有一次我就录影仔细观察，还真猥亵。不错哎，不错，你不觉得不错？我觉得不错，我觉得到这边都不错，我觉得下面是恶搞，我觉得好不舒服哎。不会吗？你不喜欢这个头吗？很 OK 吧？不知道，我觉得一直起鸡皮疙瘩，现在你还不太习惯我变态的样子。我不想知道你是谁。众望所归的，我们的冠军还是沈玉琳先生。票数越多，责任越大了。我们是泡泡糖男孩，我是白云，我是陈玉琳，我是马国碧，谢谢大家。陈玉琳，你干嘛笑场啊？你干嘛自我介绍笑场？你还要人家翻呢？你还记得翻？你干嘛翻他？舞技不好，歌声走调，但沈玉琳还是敢唱敢跳，成为节目中的通告王。我从来没有看过别人弹吉他这么鬼鬼祟祟的。吉他我带来一首《魔年魔月》的某一天。不要，而且你感觉好像在性骚扰那把吉他。骚扰。实在是太僵硬了。球的谎你也要扯，没有没有，其实我谎。有一张投你的那个人呢？对，坐在你前面。小甜甜，你还做六什么良心？
另外一个投你的人呢，请你往你的右手看。人家出书是为了什么？出书就是为了要赚钱嘛。我个人在成品买了20本。我们现在不管他讲什么，下次请他康熙来了，把那20本书发票带到这个现场，好，发票也可以。如果没有的，同一时间、同一地点，我们来比赛什么？来背康永哥的书比赛好不好？我上楼的时候，当电梯门打开一刹那，我整个心都揪在那边酸了。我看到一部血淋淋的一个画面，的沈玉玲跪在他家门口。哇塞，你这么放个屁，把我沙发怎么搞这样？做什么吗？啊，我刚才吃咖喱饭，不小心压到咖喱便当了。亏别人也亏自己，什么都能聊，什么都好笑，不愧是终极通告王沈玉玲。